你刚才有说到你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，在这个标准下现在有目标吗？今天来这儿我也就跟大家说实话，我有目标，因为我已经决定我跟他分手了，我当然要有目标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这个目标身上的什么气质吸引你？成熟稳重，落落大方，不拘小节，善解人意。话题多了。第三个问题，这仅仅是一招吗？对，就是他，我现在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，我就是跟你分手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